心理示范这一套呢，其实是台湾独一无二的一套护肤品，应该说全世界独一无二。因为它叫买不到。它叫乳冰花，乳冰花那个冰花，怎么突然？世上的喜庆不说花，是那首乳冰花的乳冰花，没错。所以真的有这个花，有真的有这个花，而且这个花呢非常的特别，而且它的护肤价值真的非常的高。嗯，那就像比如说刚刚米可白讲，他现在压力大，工作接到手软，对不对？心理呢是因为那个晚上活动比较多，赚大钱，对，所以其实像这样的状况的人呢，因为你的皮肤的新陈代谢会变差，你会有很多比如说回暗啊，或者细纹啊，干燥的现象出现，都很适合用这个系列。那我现在要先帮心理用的呢是这个乳冰花系列的化妆水耶。那这个化妆水呢，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跟一般化妆水不一样，是它比较稠一点点，像精华，对，它有一点像精华液的，所以呢它的保湿效果非常的好，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化妆水啊，我就建议大家其实可以用手直接来上就好了。这个呢味道我还要先讲，这个味道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顶级的味道，叫橙花哦，香水，对，其实通常用在香水。然后这个系列呢，除了刚刚讲的乳冰花是独一无二之外呢，它还有三大顶级的地方，什么，对不对？第一个顶级呢，就是说我们要让护肤品有效啊，通常现在很流行是什么医学美容的产品，对。然后医学美容呢，最会用的就是什么生态成分。你知道这个产品里面有多少生态吗？3、4、5、6，4种生态都通有。那它有第二个顶级，它的第二个顶级呢，就是通常我们会在专柜顶级化妆品里面看到添加什么，贵妇最喜欢的。什么？白金，金属，白金，金哦，紫水晶啊，白金啊，这些贵金属的元素。所以呢，这里面也有，然后还有第三个顶级，就是我们刚刚闻到的，大家有没有闻到的味道？就是呢，大家在用它的时候啊，建议你们不要浪费它的味道，一定要先嗅闻一下，来，心里可以再闻。有没有觉得很舒服？嗯，好香哦，很香，对不对？比薰衣草好闻。所以用的时候呢，其实很简单，我们就是均匀的把它涂上去就好了。然后或者是呢，如果你皮肤啊很干燥的人，甚至可以直接拿一个化妆棉。用敷的，对，用敷的，奢侈一点点，对皮肤好一点点，要这样敷着，敷脸颊。这个呢，就是一个最简单的、最有效的紧致抗老面膜。这好厉害哦！